身穿亮黄色上衣，坐在钢琴前深情开唱。金曲歌王洪荣宏去年才公诞开办个人演唱会，今年四月将携手台语歌后龙千玉以及王中平等老牌艺人再开唱。秀场天后之称的他也是重量级嘉宾。能够在呈现以前餐厅秀、歌厅秀的年代的氛围，在一个时间里头，同一场里头会看到不同的人，大家集合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氛围跟演唱会是不一样。天王天后实力唱将再聚首，重现过去的黄金岁月风采。演唱会主题还是从连续剧《黄金岁月》重现八零年代秀场场景所获得的灵感。比较强调黄金岁月。岁月就是以前的那种餐厅秀的时期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它唱得很好。不但唱，我觉得还是要加上一点剧在里面。不止秀唱功，还要融入秀场及戏剧元素。老牌出手，要跟时下流行演唱会做区隔，更要打造不一样的演唱会体验。金新闻综合报道。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